清道光年间，和春商号的杨启文、杨启善两兄弟以经营木材起家，而后扩展到船运、钱庄、茶叶等多个行业。在中平路商贸的鼎盛时期，杨氏兄弟盖起了六七座大厝，后又连续建造楼馆堂舍，发展服务型产业。杨家的浣花庄如今是重点修缮的民国风建筑之一，大东饭店内的360度旋转木梯也是十分罕见，至今仍十分牢固。昔日老街旧影换新，那个动荡而五味杂陈的城市过往正融合今时浪漫、现代、潮流的元素，重开序曲，尽情演绎传奇台江。